学习音乐是让小孩子更聪明啊，它的好处非常的多。科学家研究，就是你在演奏乐器的时候，你的脑部的活动是非常的旺盛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平衡我们的左右脑，让你小孩子更聪明。在音乐方面的话，我觉得它是比以前是有一些进步，他们可以多了解一些音乐方面的东西。那在专注力方面的话，也有点加强。那团班里面很重要的就是人啊，小朋友可以在这个课程里面认识很多朋友，进而跟同侪一起的讨论跟学习，然后会促进他们上课的动，就是更想上课的动机。我觉得老师的教学让我感觉就是还蛮活泼的，可能是因为是同侪一起学习的关系，是团体班嘛，那现在就是比较会可以自己会比较主动积极去练习这样子。听奏、弹奏、读谱跟音乐欣赏，还有节奏啊，这些音乐的速成都会在这个团体班里面都会有。学之前不会，完全不会，完全不会。对，然后看谱我也觉得蛮意外，就是上了第一期都已经会看了。如果比如说在外面听到什么歌曲，或是看连续剧看到他们喜欢的歌，他回去问妈妈说这怎么弹。当然呢，学音乐呢需要更多的专注力，因为音乐是一心多用的一个活动，然后也可以呢训练小孩子的耐心。我们希望培养小孩子有对艺术的品味跟鉴赏能力啊，运用在各个艺术领域上面，然后让你的人文素质有所提升。对，但至少音乐这件事情或钢琴这件事情是，它是慢慢接受跟融入的。